中上环是香港一个新旧交融的地方，既是隐藏着不少历史痕迹的小社区，亦都是国际知名的金融集中地。曾经有人形容这个地方是奇迹，这个奇迹是怎样制造的呢？蓦然回首，这百几年来，我们怎样为这个小社区保存过去的记忆呢？由湾仔至中上环，在香港开埠的时候叫做维多利亚城，是香港最早发展的地方。华洋杂处加上西方教育所带来的思想冲击，令到这个小地方充满新的思维。当中改变中国近百年历史的辛亥革命，就是在香港酝酿出来。在这个地区呢，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所在地。原因就是因为呢，环聚居他们当然是有我们中国文化的根在这里。然后在184年之后呢，大家知道基督教就相继就来到中国宣教，他们的传教对象就是华人，所以他就在上环和中环交界的一些地区就建立他们的宣教的场所，办学校，使到华人呢在这里接受西方的教育，就认识了西方的文化，使到他们眼界大开，产生了新思想。在这样的背景之下，他们就有改革思想，然后最后他们是什么呢？认为清政府是无可救药，他们就提出用武力去推翻他们，所以革命运动就在香港上环这个地区就出现了。香港大学是香港最早的高尚学府，陆幼堂建于1912年。辛亥革命在1911年成功推翻满清政府之后，国父孙中山先生在1923年重临香港，2月20日上午11点在陆幼堂发表演讲。他说：从前有人问我，你在何处及如何得到革命思想？我直言答之：革命思想从香港得来。孙中山在我后面的陆幼堂曾经发表过一个很重要的演讲，这个演讲就解释他为什么会有革命思想的产生。他在这个演讲里面特别提出，他革命思想的来源地就是香港。为什么会出现呢？原因就是当他在香港学习和生活期间，他看到香港政治和社会的进步，然后在他相距很近的故乡，每次他回去一看他的故乡的情况，发现跟香港比较落后不得了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他就觉得两地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？他就觉得应该是进行改良。当这个改良是以什么呢？以香港，以英国作为他模仿的对象，这个就是他革命思想的产生。孙中山先生在1887年曾经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，还结识到杨学龄、游烈、陈少白，后面站在这里的是关景良。学生时代经常聚集在歌赋街杨耀基，对政治国事高谈阔论，当中杨学龄、游烈、陈少白和孙中山被旁人称为四大寇。香港呢，就是所谓新一代的知识分子最早出现的一个地方，原因就是因为香港呢是那个西式教育在中国最早出现的一个地方。自从是圣保罗书院啦，1849年啦，咁啊，然之后咧就是中央书院啦，1862年啦，然之后就是呢个圣若瑟书院1875年啦，即系其实呢啲咁嘅学校的出现咧，就培养了一批咧我哋叫做双语精英，即系佢哋一方面有中文的根基，二方面咧亦都系识英文嘅，变咗佢哋咧就是最早能够接触到西方的一啲思想。内地同時期的人仍然仲係考科舉嘅，咁變咗咧就係相差好遠。咁呢批人因為佢哋比較早接觸到西方思想咧，咁佢哋容易接受一啲即係君主立憲啊，或者甚至係即係革命啊呢啲思想。而家中上環一帶依然係商業及政治嘅中心，
百几年前，呢度已经系新思想嘅孕育地方，其中白子里亦都聚集咗一班接受西方教育嘅知识分子，成立咗一个论证团体，名为富人文社。呢班外国嘅青年入边，而喺香港接受西方教育嘅杨渠云，同埋喺外国翻嚟嘅谢赞泰为代表人物，可以讲系香港最早嘅论证团体，亦都系1895年发起第一次革命嘅兴中会当中嘅骨干成员。喺我背后系富人文社嘅所在地，呢个地方你好有历史感。呢个系我哋香港第一代嘅年青人，爱国年青人嘅产生，佢哋对祖国嘅关怀。我哋香港虽然系殖民地，但系我哋同近代中国嘅历史系息息相关。呢批人可恐怕系第一批人，系值得我哋纪念嘅。亦都反映到咧，系当时嘅香港，其实一来就已经有咁嘅气候，二来亦都有咁样嘅条件，系可以咧系产生好似兴中会一个咁样嘅革命组织。咁呢个就系即系。其實富人文社是一個先行者的一個這樣的形式，所以就是如果孫中山先生當年他搞的興中會，香港搞興中會的時候，不是已經有好像富人文社一個這樣的組織，而大家可以將它合併成一個新組織的話，其實當時他們能不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招募到這麼多 的會員呢，其實是有疑問的。歌賦街是当时孙中山先生论证的地方，同富人文社的所在地白子里只有一街之隔。渠哥，你以为你个咁长期职业，你以为我哋有乜嘢可以做咧？偶然底下，孙中山就透过游猎认识杨渠云，双方一见如故，打下日后革命的基础。学习西方嘅，当时社会不满的情绪，促使孙中山、杨渠云、谢赞泰等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，在1895年选择了史丹顿街的乾亨行，成立兴中会，策动第一次广州起义。这个地方后来改建，即是现在的永善庵。这个兴中会总会这个地方，可以说是近代中国革命运动的起步点。以后孙中山先生所策动的革命，都是以香港为基地。所以我哋可以話咧，香港係近代中國革命嘅一個起源地。第一次起義就喺呢度做策劃。當時佢哋喺度開咗會議之後咧，決定由楊渠雲就留喺香港，就買軍火進入去廣州起義噶。孫中山先生自己咧就親自去廣州咧，就成立革命嘅基地。然後咧就同佢幾個好朋友，包括陳少白、盧浩東，就喺呢度咧就係潛伏咧係發展嘅革命。同時咧同一時間咧，盧浩東都喺呢個地方咧係繪製咗革命嘅旗幟。咁佢哋終於喺1895年咧就準備起義，但結果呢個起義咧係並冇成功嘅。第一次革命雖然失敗，但仍然得到本地商人喺經費上嘅支持。當中李幾堂、鄧蔭南等。就是重要的支持者。辛亥革命成功之前的很多次的起义里面，香港都是一个所谓这个筹划起义的一个地方。最主要原因就是香港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，变成就清朝官府就是管不到这里，变成他们在这里的活动就相对自由。另外一方面来讲，香港它的位置就啱在正即系广州的南面。咁呢個地方係一個轉口港啦，無論嗰啲革命嘅人員啊，或者係軍火咧，都好容易咧係利用香港作為一個轉運嘅一個中樞嘅地方。咁另外錢亦都係啦，因為香港個即係亦都係一個好自由嘅金融比較自由嘅地方啦。咁所以其實香港係，而且你發現咧就係歷次起義咧，其實距離香港都唔遠嘅。即係如果我哋畫一個半圓形咧，我哋發現其實香港一個核心嘅位置。所以變咗咧，就係一直以嚟咧，革命黨都利用香港作為一個係籌劃革命起義嘅一個基地。除咗本地商人之外，兴中会在香港还结识到来自日本的朋友，
其中在中环这个街角开照相馆的梅屋庄吉，还成为日后革命活动的另一个重要支持者。梅屋庄吉佢嚟咗香港就在皇后大道28号就开了个照相馆，叫梅屋照相馆。他的经营非常成功，在香港认识了不少社会人士。他对孙中山先生由于钦敬他对这个中国和亚洲的看法，所以他在孙中山先生所举行的革命运动当中，他是提供革命经费，同埋佢亦都協助孫中山先生購買軍火。佢哋第一晚見面就傾到深夜，我哋嚟形容佢哋係肝膽相照。成晚咧，我哋都互相傾訴，兩個人嘅想法係一拍即合噶。雖然佢哋之前互不相識，但係見面之後，孫中山先生咧就向梅屋先生講出自己嘅想法，而梅屋先生亦都好贊同啊。梅屋先生認為，面對西方嘅不平等待遇，亞洲人對於自己嘅國家一定要用雙手去創造和平，亦都係當時世界必須嘅。呢個想法喺佢年輕嘅時候就已經體會到。至於這個夢想由誰實現呢？當時中國可以由誰去挽救呢？那又怎樣可以令到歐美列強不可以干預中國呢？那他在那個時候就遇上孫先生了。在香港得到梅屋莊吉的資助，順理成章，日本成為興中會的一個海外發展地區。第一次革命失敗之後，孫中山就坐船由香港逃亡日本，首先在橫濱落腳，後來同盟會都是在這裡成立。孫先生他就是坐這個歐洲的這個客輪，直接由香港到這裡來，都是外國輪船，都在這上岸，就在這個港。但是那时候的港没有这样的大了哈，也没有修的这么漂亮了，那是比较很小的港，但只有在就在此地，嗯，地点没有变了。孙中山来到这个日本呢，主要的原因呢，第一个这个日本交通方便，啊，可以说横滨的港啊四通八达，到欧洲啊到东南亚都非常方便。第二点呢，横滨华侨啊多半是广东人多。因为他也有一种亲切感，有一种乡情的联系啊，语言也通。第三一点呢，大家经济资源很多，尤其是日本朋友吧，也后来也同情他的革命，说日本朋友经济资源上也很多。由于日本具备筹划革命的条件，当时革命人士逃亡到日本，住在唐人街附近。除了陈少白、郑士良等人之外，杨衢云其后亦同孙中山在横滨会合，还一起住过一段时间。现在这个位置啊，这是53番地，这个兴中会成立的地点呢，在这里，国父就住在这里，第一次来到日本就住在这里。广州起义失败了之后呢，就孫中山咧就肯定咧就被驅逐出境嘅，咁楊衢雲為咗結合嗰個革命嘅力量咧，就去橫濱啊，同孫中山一齊，咁佢哋係住喺孫中山嚟隔離添，咁孫中山先生都認識阿楊衢雲啲家人嘅。時機成熟之後，楊衢雲等人返港，孫中山當時留喺海外。1900年第二次革命喺廣東惠州起義，就靠楊衢雲喺香港籌劃。当时他就住在中环杰志街这个位置，可惜这次革命又再失败，但是杨衢云并没有逃亡，仍然和妻儿留在香港，以教英文为生。卒之被清廷派人暗杀，其实之前已经有暗杀传言，不过杨衢云听了之后，他说：人之死者，天命也；亦吾人行革命，亦久至死生于道外矣。
其實當時他可以選擇，但他選擇不逃亡。他認為咧，佢對嗰啲人講，佢話我都唔會逃亡，唔避呢件事㗎啦。佢話我話革命咧都隨時預備獻身於革命嘅。楊巨雲咧係我嘅堂伯父嚟嘅。咁但係睇呢件事咧，我就其實咧我係冇親屬嘅關係去睇嘅，我係站在一個香港嘅讀書人嘅角度去睇。我覺得呢件事唔應該當係一個一家族嘅事嚟嘅。我覺得應該是香港最珍貴的文化遺產，即只有香港這個地理環境、歷史因素才能夠造就這樣的人物。要在香港尋找辛亥革命的痕跡，現在只有在史蹟徑和紀念館找到，但是要找一座和革命有關而又保存到現在的歷史建築物，的確不容易。呢一日，嶺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劉志鵬就帶李金強教授嚟到元朗下白泥，尋找一間被遺忘嘅村屋。即係文獻上係咁講啊，就係鄧蔭南就1911年革命成功就就藥。係。咁呢度咧就吉咗，即係成班一齊走啊。係。就應該係嗰陣時張建將間屋嘅交俾趙生嘅。父親或者係祖父，我老豆都話，即係唔係我哋嘅，即係同佢即係喺度保管啫嘛。咁我哋從文獻上咧，首先了解到呢度係同當日革命有關嘅一個基地，然後當然再繼續係揾翻有關政府嗰個土地買賣嘅文件啦，咁啊證明咗當年咧，的確係鄧蔭南咧喺度買咗笪地咧喺度起屋嘅。咁裏邊咧主要係用作咧係。俾一啲革命人士喺度隱藏啦，咁裏邊有一個所謂工廠咧連埋一齊，就係做糖啦，同埋係粽米嘅。咁另外咧亦都係表面上都係一個農莊，即係作為掩飾都唔定。呢個土地嘅業權咧，我相信係鄧蔭南替阿李幾堂買落嘅，就未必係屬於鄧蔭南個人嘅資產嚟。我嚟到第一個感覺就話，好顯然呢個就係一個革命基地，係毫無疑問噶啦。咁李幾堂咧，佢就喺大概喺1901至02之間啊，就喺青山農場呢一帶買咗500-600亩嘅地方。咁佢最早呢個地方咧，佢其實係一種嘅經濟上嘅投資或者經營。咁啊，以後因為佢參與革命黨嘅，所以呢度地方亦都成為咩咧？係提供俾革命黨咧，作為咧係掩護同埋咧係避難嘅地方。因為孫中山先生同埋佢所創辦嘅革命團體咧，喺香港嘅位置咧，實在現在咧所餘無幾。我哋嚟到呢個地方考察，發現呢個碉堡啊，好有可能性係成為咧呢一個嘅辛亥革命喺香港嘅唯一嘅遺址。咁呢個歷史意義就非常之大啦。有啲歷史痕跡被人遺忘，但係原來近在咫尺。有些歷史痕跡被時間沖刷得一乾二淨，但是就有後人盡力保存。革命後期加入同盟會，負責報章宣傳工作的黃世仲，就有後人在他近廣州的故鄉建立紀念館。做一個紀念館咧，就遺留俾嗰啲後人咧，等佢係咪將來咧有一個紀念性啫。咁而係黃世仲有好多珍貴嘅。資料咧可能遺留過落去嘅，佢喺依個地方出生裏邊過去，使到佢嘅鄉人都知道黃世仲過去為國家做咗好多事。作為廣東人，佢應該又係香港人，佢喺香港居住咗一段時間。佢主要從事文字工作，往日嗰啲報刊都發表咗好多佢嘅文章。佢通過呢啲通俗嘅宣傳啦，就散播啲革命思想，特別對廣東啊、對香港啊、澳門啊，佢咧既係革命嘅，同時咧佢又係文學嘅，佢兩者融成一體，佢體現咗知識分子喺辛亥革命當中嘅重要歷史作用。啊，因為佢作為一個文人，當然係一個知識分子啦，佢嘅知識好淵博，就充分運用佢嘅知識，向
人民嚟宣傳，啊，使到孫中山嗰啲革命思想逐步逐步深入人心。當年《中國日報》就設喺中環，其中一個地址就係史丹利街呢個位置，每日有無數人匆匆路過。呢段同香港人有關嘅歷史記憶，又留喺幾多人心裏面咧？